大家好，我是賢 Sir。 今天有卓熙和卓熙的媽媽和我們一起去做運動。我們這個環節需要用到兩個膠袋，我們可以用膠袋就可以了。這個環節就會考考大家的默契和反應和速度。首先我們兩位就要面對面企，然後我們面對面企之後，大家一起用你的右手去拎高個膠袋，舉高膠袋。咁當我哋面對面企嘅時候咧，請你調教教個位置，你應該咧正面望過對方嘅時候咧，係唔會係對方嚟嘅，應該係個膠袋。你應該咧大家直視望過係對方手上面嘅膠袋啦。咁然後咧考下大家嘅默契。咁一陣間你哋兩位咧一齊數三二一，之後由下向上拋高膠袋，試下咧走到去對面接住對方拋高嘅膠袋就可以啦。好，嚟緊我哋去到 level 2。今次咧，我哋除咗接住對方膠袋之外咧，我哋咧喺接之前咧都要加多一個動作啦。咁首先我哋同樣咧都係舉高雙手先啦，然後一齊數三二一就會拋高個膠袋嘅。咁喺接之前咧，我想大家出發去接住對方膠袋前咧，你要同對方 high five 先至可以接住個膠袋嘅。